妈咪好久没有送你去学校了。好久没去吗？好久吗？好久啊。好久没有。嗯。你坐好了，到时候刹车你就跌出去了。哦，两边都有啊。两边都有一个。今天就讲。妈咪送你去学完校完，就要回家休息了。小勇群的早餐，大肉包，还有蒸蛋白，还有毛奶奶。嗯，自己拿着。我不会吃。你可以，肉肉，肉肉可以咬啊。我不会吃，我不会吃。我不会吃。来来，这样子。啊，吐这里，在盘子上。你不想吃肉啊？不对了，有软骨，有很大一个的软骨。是哦，那你先吃这一块好了。不要。那你吃这个。这有软骨吗？没有啦。这个吧。我们要来吃方方月。OK 吗？今天我们点了，因为都有招待肉丸，所以我们就点粗粗的。俊俊喜欢吃，满满的一桌。哦哟，看到瓜牛。哦，你刚刚有看到瓜牛？瓜牛吗？瓜牛牛。最喜欢的瓜牛牛。你知道鸡屁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鸡屁到底是什么？鸡屁就是说后面啊。哦，说后面了。好。来，你要看哪一本啊？老师说我也是一二三。我也是一二三。你是一二三。我也是一二三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二三。嗯。叫做一二三。老师说你是一二三。嗯。嗯。这边的也是一二三。嗯。也是一二三。嗯。一左的二是三。嗯。那谁还有谁是一二三？
陈静学是吗？不是。不是啊。是。是吗？是。雷香云也是，祝家飞也是。嗯。还有杨杰明也是。嗯。嗯。你们都是一二三。嗯。你看哪一个的气球放？嗯。鸡都放错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鸡屁，你跟我说哪一个是橙橙的？瓜娘，你怎么会有瓜娘？哎呀，瓜娘要去送信了。怎么会有瓜娘啊？你要看瓜娘的书吗？怎么会有瓜娘？对呀，因为瓜娘娘是邮差。我们要去送信了。小姐，你说哪一个是虫虫的哟？好，这个是虫虫的吗？哪一个是虫虫的书嘞？这个是吗？哎，怎么都不是虫虫的书嘞？这是乌鸦的书啊，这是蚂蚁的书啊，这是山羊的书啊。啊，找到虫虫的书了。我看哪一个你？嗯、放错了，好，也没有哦，没有放错哦。啊，还想到什么了？这个是鼹鼠想到树，还没。没什么。花洞。要哪一个？有人在啃它。嗯。为什么他还很惊讶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他想说，哎，怎么会有人在挖我的土地呢？嗯、吓死了，吓到了，吓到。对呀、啊。嗯，然后他生气。对，兔兔生气了，说这都是我的土地，我种胡萝卜的。胡萝卜还没熟，我就把它挖起来了。你去别的地方挖，结果去高祖的地。对，然后高祖也说：“这是我的地，我种我常收果的地，你去别的地方挖。”就挖挖挖，挖到谁的地？河豚的。嗯。有蝴蝶。对。这边有可能，这边有可能。啊，还是用了一台挖土机来挖哎、欸。然后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嗯。耶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啊，你要睡觉吗？呀，呀，我要睡觉了。对。八九十。好了，八九十小朋友要睡觉了。一二三小朋友，你是一二三小朋友吧？嗯，对。哦。一二三，一或者二。我明天要上课哦。现在吃完早餐吗？对，明天吃完早餐要上课。现在吗？然后芭比会送你去学校，好吗？那谁接我下课？芭比呀、啊。那谁又上学？谁接我下课？谁接我上课？都是芭比呀、啊。对吗？对呀。对吗？是呀。我的吗？对啦。每天吗？明天。每天多的吗？好了，你要睡觉了。嗯，是吗？向全晚安。美。脚脚动得很快啊！你没有手扶方向盘啊？对，开车。小永琪以前还不会玩这个哎，就是现在就会了。而且这是限三岁以下，群群快不能玩了。开车，开车。你要说什么？还有一台车耶。你要开那台车还是这台车？这台。好，你最喜欢的绿色。哦，你刚刚有开过啊？
八哥哥。然后会吹吼。